那天去小姑子家做客，却差点毁了我的婚姻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？你老公和你婆婆呢？呀，亲家来了。瑞瑞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给你妈倒水去啊。哦，好。来，我来吧。来，亲家，快进来坐。忙什么呢？妈宝，我要去医院复查，您帮我看一下孩子吧。复查什么呀？我们那时候生完孩子照样干活。再说了，你去医院，孩子怎么办？妈，您不说了来帮我看孩子的吗？我帮的是我儿子，又不是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找我儿子啊，他上班也怪累的。我女儿为了给你家生孩子，差点命都没了，你连这点小忙都不帮，有你这么当婆婆的吗？原来婆婆也知道生孩子会要人半条命啊。你倒是说话呀。哎呦，我的头疼，我先回屋躺会儿去。行了，快别装了。你说你这是嫁了个什么人呢？今天就跟妈回去，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让你在这受这份委屈。还有孩子呢，我怎么回啊？孩子有一家子人疼，你呢？你在这有人疼吗？妈，你让瑞瑞回家得问娜娜同不同意。我没意见，但是妈你得搬走。啊，家里房间又不是不够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？那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在这个家里跟瑞瑞有什么两样？哎呀，娜娜，你赶紧把洗手间的垃圾倒一下吧，那都是你漏尿擦恶露用的纸。哎呀，这个味儿！我现在腰疼，弯不下腰来。嘉伦，你去帮我收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你去干嘛？那东西脏死了，哪有男人碰的？哎，等你好了，赶紧收拾一下啊！哎，行，我去。哎，娜娜，好了没有？孩子饿得直哭。妈，我有点便秘，你等会儿。那你赶紧的啊，出来给孩子冲奶粉。我不会。妈，你看见奶瓶？他现在不干，以后还能干吗？我这也是为了我儿子嘛。是啊，啊，对对对，我不就是说话重了点吗？您做的可不比说的轻，尤其是您儿子不在的时候。我妈，瑞瑞在婆家受欺负，您知道心疼。可娜娜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呀，要是她亲妈知道在婆家受那么大委屈，不一样跟您拼命。婆媳之间先有帮扶之意，才有感恩之情。您觉得将心比心的做一个好婆婆容易，还是闹得鸡犬不宁再收场容易？这事儿都说开了是吧？这妈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亲家，我跟你说呀，这百家有好女儿，万家无好媳。女儿再差都能包容，媳妇儿再好啊，也能挑出毛病。这可不对呀，这人呐，得懂得将心比心。哎。哎，对了妈，我给您和爸订了旅游团，累了大半辈子了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母亲心疼女儿，婆婆心疼儿媳，家才会越来越好。